抱来参加这个放生活动。很感恩大家在这里陪我。你在北京，你在北京是？我们是北京一心不二堂，然后形式是我们的堂主，悟行法师是我们的堂主。那我们一直在流通老法师的各种各样的书、墨宝，还有光盘，包括传统文化方面的。那大家有什么需要，然后我们都可以来随时供养给大家。谢谢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大家鼓掌，鼓掌。